他还会打包，打包到这个滑梯上吃，可聪明了，会找地方找位置。哎呦，往这儿一躺，舒服的呀。胖燕子可会享受了。麦麦今天整活了，看到麦麦房间里边那个玩具了，他那个盆呀，还有那个小象小推车，哎，咋不吃了呢？在看啥呢？专门拿了根竹子上来，上来之后呢又开始看别的地方了。我们胖爷哪里胖了，就是长得比较强壮而已。咋了，胖了不配吃饭呀？感谢分享。对，熊猫除了吃就是睡，他们还会玩。都知道我们胖爷是整活小王子，特别擅长玩耍，各种玩耍。打坦克多好。对，胖爷这坦克那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呀。胖爷的车就被发配到外头了，之前是在屋里头的，他在屋里头他不好好开车，他开着车向我上玻璃，就给他车弄到外头了，开吃了。那根竹子还放肚皮上。今天胖爷让他的爸爸滑滑梯了，你们看这滑梯上都是一些绿色的不明物体。这个地方刚好合适，胖岩躺上面。林岩晒的萝卜干，萝卜干这不是这个色吧？这倒像那个什么干，香蕉干。熊猫爸爸不臭，真的。熊猫的便便是香的，因为主播闻过。他们便便带着那种竹子竹叶的清香。对，大燕子每天都很通畅，上厕所毫不费力。谢谢关注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啊，点关注不迷路。平头哥，这儿没有平头哥呀。胖岩晒的茶，有要喝的吗？感谢关注，左上角福袋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。不喝就算了。猪八爷爱喝，猪八爷今天下午好像不在呀，没看到他说话呢。他专门打包了一根竹子，躺在这儿吃的。找了一个风水宝地，这地方躺着刚好。对，点关注，点赞，每天都有熊猫看，欢迎大家来到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官方直播间。现在看的是大熊猫林岩正在吃竹子。最近有想过来玩耍的朋友，如果有需要购票呢，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边买啊，右下角有个小房子，打开就可以在里边购买咱们动物园的套票，一票全含，包含了所有的必销，直播间买着比到现场买更优惠。送林岩去上班，林岩每天都上班呀，他现在就是在上班，全年无休，每天都上班。小房子里边有胖岩、麦麦，对，大家点开右下角这小房子，就能看到林岩和麦麦。里边那个图片是他们俩小时候的，3岁左右，上面的是麦麦，下面的是林岩。他最近有蹦迪吗？最近有蹦，晚上自己偷偷房间里边蹦，趁没人了，他就蹦，拿个道具开始蹦来。胖爷大长腿啊，今天胖爷还专门给大家证明了一下他是大长腿，今天吃饭的时候就无时无刻展示他的腿，他的腿翘可高。胖爷最近又解锁了那个新的玩具，就这个大轮胎，这是他今天的新玩具，他的一头都给顶翻了，顶到这边了。林岩不仅天天上夜班，对，林岩白天你看在动物园上班，晚上呢还得去打工。晚上了，胖岩领着麦麦去那个洗个衣服呀，挖个生蚝呀。胖岩快注意，明天后天高考试，不是考试顺利，一定会的。可胖岩这儿许愿可灵了，指定能实现。
时候吃了一个。嗯，那边都是竹子皮。胖竹，胖竹，胖爷他奶爸来了。胖竹，胖竹，大胆，注意注意你的言行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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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没了。笨的就你呼啦不中啊！我跟你说。他这滑梯上都是他的粑粑，然后呢，他咻的一下，他从上面滑下来了。奶爸过来跟他说话呢，然后呢，他听见之后咪咪咪，他就滑下去了。